是陈琳琳做 Anna。 对于这一次的短片拍摄感受是，其实我是有点紧张的，因为我都已经29岁了，要我去演绎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妹，说真的是真的有点压力。一来现在在外貌上面会看到不够年轻啦，二来都怕肢体动作上面没有年轻仔女那种活力，令到我不够似一个学生妹。但是当我听到导演和我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参加这一次的拍摄，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心痛感受。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都受过一段时间的校园欺凌啦，我就受到我最好的朋友背叛和欺压，那段时间是我最不开心的时间的，而且经过了很多年都还在心里面未放得低。但是在毕了业之后，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呢，我接触到一样东西叫 Akashic Record 啦。咁透过咗 Akashic Record， 咁我知道咗原来我同呢位朋友喺某一世已经相识嘅，而佢喺嗰世嘅妒忌情绪延续到我哋呢一世。所以当导演搵我合作嘅时候，我就觉得嘩，好似搵到咗知己呀，好似搵到咗知音呀，就好似将我个故事写咗出嚟咁。即係虽然个故事啦同埋个角色同我係唔一样啦，但係都係关于前世今生因果循环。所以我觉得係一个好有意义嘅短片，我好想拍。同前 Supergirl 成员合作，我嘅感觉係点呀？一开始知道合作对象是阿卡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是既兴奋又紧张，因为我觉得有机会跟前辈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啦，但是我又怕我们之间的距离很大，怕相处不到。但是在拍摄的当日完完全全颠覆了我的所想。阿卡他很 nice， 我们整班演员会坐在一起吃饭的，休息的时候也都会一起聊下偈。阿卡都会讲下佢以前拍摄嘅经历啦，佢完全冇得起嗰种艺人款嘅，佢就好似同龄嘅朋友咁样，同我哋相处得好舒服、好开心。而且我觉得佢拍嘢嘅时候咧系好认真啦，咁我好中意同啲认真嘅人一齐做嘢嘅，所以我都好希望之后我哋会再有机会合作啦。